因为日军呢、啊，日军是要防止美军的，所以我要先讲到那个塞班岛之役。花莲这边有一个地方，东军三重一村，以前就是日本的防，就是防炮部队。好，就是这台湾有太多地方，原来都是日军的防大防那个不是大陆防美军的那些防炮部队。结果美军到底有没有打来？还是有啊，他们还是有打就对了。好 ，OK 了。那就像所以像花莲这边很多地方，你们现在还？问一下，你们现在还有力气吗？还可以哈，要睡觉晚上睡好不好？好，晚上再睡哈。我每次带团带国旅团，我都希望给大家一个有出国的感觉，知道吗？好，来地图打开，看一下花莲。我要讲重点，因为明天要回家了，我花莲不能等到回家再讲，来不及了。我前一团讲到北车还在讲，因为前段只有两天一夜，又是宜兰，宜兰又没有长途车，哦，那个我都希望塞车塞好久，你知道在宜兰。好，看一下地图哈，看一下地图。我这张地图简单描述，未来我讲到什么你就知道了。譬如说，我现在讲宜兰头城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哎，你们各位在不在？在。好，头城知道在哪里吗？知道哈 ，OK OK 好。啊，我讲到壮围，你们知道在哪里？宜兰壮围吗？